我有放一张凯战，因为太多快攻了。凯战 counter 法师跟猎人，如果打猎人跟法师前期有放到一张凯战的话，那场就是感觉就七三开了，因为太多快攻了，不得不放凯战。哦，镜像呢？哈、哦、啊，秘密，来个凯战，来个凯战，没有凯战，错杀。没有开战，错赛。那个昨天没看到的朋友，或是新来的朋友，提醒各位，你看凯战这个时候才来，这个婊子，你不会早一点来吗 ？Bitch， 这场不需要你啊！还是哦，看他那肚子大便。好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心平静气，心平静气。哇，他场子铺起来了，有点麻烦。顾着聊天啊，这个婊子又来了，这个女男扮女装的婊子啊，一直声控自己，这样真的不太好。死亡之翼是不是诅咒我啊？哎，小婊，凯战，你最好给我出来啊！凯战，凯战，凯战，没有凯战，该死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已经习惯这件事情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凯战，凯战，凯战，凯战啊！没有凯战，哇！你那小婊子都不出来，很好。下一回合，十伤害，再来一个三伤害。哦耶，秘密，凯战，小婊。小表，你该出来了！小表，我呼唤小表，我以游戏王的名义呼唤你出来，凯战！哦，果然不是凯战啊！小表不愧是浪得虚名，死都不出来啊！嗯，哎呀，战士内战，这应该很有可能是奴隶战哦。奴隶战不好打，一不小心就去狙。小表又来了，我真是被你气死哎、欸！What the fuck? What the fuck? 人家说养兵千日，用战一死，你呢？他根本就来嘲讽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放这张卡的意义何在啊？我放这张卡的意义何在、啊？我这么信任你耶、欸？对耶、欸，凯战长得超像费欧娜的、欸，真的长得超像费欧娜，我好讨厌他。我放他实在是，可是把他放了两张就太多了，没办法。果然人家是职业选手。哎，凯战你要来了，凯战小表小表小表很好，你又没有出现。小表，我是不懂，我养你要干嘛、啊？哎，让我很失望啊，你知道吗？小表 ，Hello，Hello， 哎呀，小表，人家下秘密了，小表，你要不要来啊？小表，小表，你真的让我伤心呢、欸，你知道吗？我对你那么好，不来，好了，抽牌，抽牌。小表就是不来，很好，没有祝福，很好 ，nice， 满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哦，对他比中指啊 ，what the fuck，what the fuck，what the fuck， 几次了，几次了，我就不要对你口出秽言了，你致敬。我这不是来了？你不是见到了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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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